大雨酿灾，水上人家不是惬意，而是无奈。莫比镇汪洋一片，飘蓬达密多达雅寺院也淹水。法师通报慈济，受灾民众无法工作，经济陷入困境，志工及时伸出援手。大水未退，只能涉水前来领取食物。好，来接你的妈耶！你妈了，六月啊，汤冻呀，做阿拉老师，我们今年啊咯，来回啦，咋咯？这汤不破喏，他们不这汤来回，明年啊咋咯？可能也来，他妈咋咯？他们也黑也不喏，黑也那边包毛皮皮不破。明年啥干啥喽？明天做完了，你做完米了都，他们再干了，真厉害啊！这五个脚比较大一点，了解吧？有些地方淹水很深，居民走不出来，志工就走进去。这是毛病，毛病呀，有问题啊！不，他们也，真老爷不？好，皮包，那叫啥皮包？叫他们爷。爷爷是不留大留没？他开开了不？开开了，从那时间干，有劲了不？好。志工把饭盒专程送到寺院，关心受灾情况。三天总共送出3000多份饭盒，要准备这么多饭盒不容易。还好阳光与丹英镇长期与慈济互动的3间寺院都来帮忙。以往每年只发生一次水灾，今年已经第二次了。天灾无情，人间有爱，法师与志工实践佛陀的慈悲，帮助灾区早日重建。大爱新闻陈永胜、陈永品、黄露发面对报道。